本所于9月2日下午5:50许接获报案，即派员到场。到场后啊，经询问该大楼管理员称啊，疑似为该大楼女性住户所为，警方立即前往查访。后在该女在家属陪同之下到本所说明。初步调查，本案啊，有一名车主及住户的车辆及住家遭毁损，两人均向本所提起告诉。本所全案侦讯后啊，依公共危险及毁损罪函请侦办。